明星能有多双标，子枫妹妹作为团宠在哪儿都是重点保护对象。你小心啊，小心别把那个秧苗踩到了。妹妹你小心啊。我知道，不要踩秧苗，注意安全。妹妹豆豆那么喜欢你，不能转送吧。最心爱的书送别人是不可能的。不可能。你这个人也真是，你说起来人也不会要，你送给人家，人家不会要的，你试一下。不是，万一要了。平起来的头发，你不觉得刚那个颜色，就那种 Tiffany 蓝，加上那一点点那种皮子的颜色，跟妹妹的衣服非常棒。我会借她两天的。哦，真好。真的吗？对，真的吧？我拍张，对，拍张照之后可以借吗？可以借。好。但你要是对妹妹好，应该送给妹妹。可以。但妹妹就不是别人啊，邓伦作为张韶涵的小迷弟，对偶像的信任根本不需要思考。那你7:55才来？对。我们就是几点开始？8点开始。8点。你这么清白吗？你不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了。那就对了。你说什么我信什么。反而你很可疑。但对金靖就不一样了，面对异性好哥们杨紫，邓伦半天都憋不出一句夸赞的话。是不够。快，对，快说。3秒就够。杨老师，我觉得我最真诚的想法，内在美吧。内在美，外在美。那你这么认为，那我也不。还有什么要夸的？下一个吧。下一个。而看到李沁，嘴角直接咧到后脑勺。哎，我可以把这个扯开吗？我给他。怕了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